好，我是蓝飞。蚂蚁是我们再常见不过的动物了，只要看见大批的蚂蚁举着食物搬家，我们就知道天要下雨了。它们的体型很小，举重能力却很强，能够搬起比自身体重重几十倍的重物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蚂蚁种族里面的军蚁。军蚁是一种以凶狠出名的蚂蚁，在自然界有微型杀手的别称。一只手掌大的老鼠如果误入了蚁群之后，往往会在几秒钟之内就被军蚁团团围住，然后全身抽搐。军蚁是一种很有团队合作精神的蚂蚁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动物也被围剿了，凡是能吃的都会被军蚁给带走，当然躲在屋檐下的蜂巢也没法躲过，这个场面太强大了，根本就不是蜜蜂们能控制的。只见一条黑乎乎的 U 型线从房檐上垂下来，再向上绕到蜂巢的旁边，仔细一看还可以看到上面爬满了蚂蚁。其实这条黑线就是由军蚁搭建的，它们一个接一个的连成一条线直冲蜂巢。看见这样认真取食的军蚁，蜜蜂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把能救的救出来。毕竟以军蚁的这个横扫千军的气势，连成年的蜜蜂都逃不过。若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若你看了更精彩视频，欢迎评论分享。